看到这背影就忍不住。好吧，看风景，看小鸟吗？不是，你别过来了。如果说冬天养猫是贴贴的温馨，那夏天养猫就是。干嘛？我不想摸你啦，毛毛都掉我一手。然后戈登就面壁撞尾去了。小朋友，别碰我！好啦，不就掉点毛嘛。养毛孩子家里难免都是毛，用吸尘器每天吸一次就好啦。最近用的是这个米家无线吸尘器二显尘版，平时有的地方看着挺干净的，一打开这个绿光，猫毛啊、灰尘啊，原来满地都是。还有平时不太打扫的柜子下面，居然藏了那么多猫毛，地上的猫毛还会飘到水碗里，怪不得老是干呕吐毛球呢。再这么下去，我都要吃化毛膏了。现在开启绿光就能看到啦，不会遗漏不说，还能查漏补缺。化妆有效化妆，现在清洁也卷起来了，这就叫有效清洁吧。再加上这个24K 吧迅猛。吸力瞬息完成，地刷式采用树齿式防缠设计，不用担心毛发缠绕滚刷，太适合我们这样的养猫家庭了。打扫完了，戈登，你在门口等我吗？生气啊，毛毛，生气。